过去是有音乐的，是有歌的。那时候创作歌谣就是一个很热烈的在全国各地展开的club活动。他们看到什么呢？他们看到生活，看到友情，看到结合，他们看到音乐和快乐。可能年轻吧，年轻真的是一种本钱。他在我心目中永远代表着一种最真挚、最自发性的一种对梦的追求。信谣也许是华文群体找到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力量。它就是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真实开始的音乐梦想。信谣是一代人记忆，是新加坡建国过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忆。我们要静一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往后的生活到底会怎么样，看清楚方向才不会迷失无奈。